Hi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 啊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两个妆容嘅，咁咧我就分别会用两个 Etude House 最新出嘅眼影盘啦，一个咧就系郁金香盘，一个就系星月光盘，去同大家做两个造型嘅示范嘅。废话唔多讲，我哋而家即刻开始啦！今次要用到的这个眼影盘呢，就是 Etude House 最新出的 Play Color Eyes 系列的郁金香盘。它里面有九隻颜色的眼影，除了有珊瑚粉红的色系之外，也都有不同层次的大地色的色调的，那就可以打造到很多不同的造型出来了。而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造型呢，就会偏向夏日一点的，所以呢就最适合放假的时候化了。首先呢，我们会点取中间上面的这个粉红色呢，去做一个的打底的。还有呢，我们会擦埋下眼线的这个位置的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會點取中間嘅呢一隻比較深色嘅珊瑚紅色啦，去做翻一個加深嘅動作嘅。然之後咧，我亦都會用翻呢一隻深啡色啦，去加強翻眼尾嘅位置嘅。最后我就会用手指去染这一只的闪粉红色，去打亮眼头和眼中央的位置的。哇，好闪啊，真的。好，咁眼影嘅部分就完成咗噶啦，咁我就画埋眼线同埋擦埋 mascara 俾大家睇下个效果如何啦。好，咁个眼妆就完成咗啦，系咪闪亮亮好靓呢？之后咧到嘴唇嘅方面咧，我就会用呢个 Dear Darling Water Gel Tint 咧去擦嘅，咁而我手上呢一只咧就系 OR204 嘅颜色。咁呢隻嘅 Water Gel Tint 咧，佢嘅質地好水狀啦，好滋潤啦。咁佢裡面咧，其實就有一個新鮮水果萃取物啦，去提升佢嘅保濕功效嘅，咁令到你嘅唇妝咧更加持久同埋水潤啦。我用落嚟覺得咧，佢嘅持久力咧真係非常之令人驚豔噶。咁佢 keep 到大半日都唔需要點樣補噶。所以對於大家如果呢一輪其實都要戴口罩嘅時候咧，我覺得佢係一個比唇膏更加之好嘅一個選擇。咁試完呢個郁金香眼影盤之後咧，咁我覺得佢 CP 值咧都真係幾高下嘅，因為咧佢除咗有呢個珊瑚粉紅色嘅色調之外咧，亦都有大地色嘅色調啦。咁佢同時有兩個色系啦，所以咧你可以配搭到嘅造型咧有好多個啦。咁我覺得亦都係非常之實用嘅。之外咧，我都想講下佢個顏色嘅配搭係非常之好啦。咁佢排埋深淺色俾你噶啦，其實所以咧，如果新手用嗰陣時咧，其實就真係好簡單咯。咁最淺色嘅攞嚟做打底，跟住中間嗰隻色咧就可以攞嚟做翻個加深嘅作用。咁最後嗰隻色咧就可以做打亮咁樣樣啦。咁我覺得咧都非常之適合新手使用噶，推介。咁而呢一支嘅潤唇水咧，相信大家咧去 Etude House 嘅時候咧都一定會見過噶啦。咁我今次用嘅呢一隻色咧就係 OR204 嘅顏色啦。咁搽上去咧又係冇我想象中咁橙嘅，同埋佢係一個偏自然嘅顏色啦，所以咧好多場合都可以駕馭得到嘅。咁同埋我覺得好驚喜嘅就係咧佢係非常之潤噶。咁我以為咧佢就係一啲顏色水咁食住喺你個皮膚上面啦，咁但係佢都有一個滋潤嘅作用啦，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同埋咧，佢亦都係好 long lasting 嘅，變咗就算你戴咗成日口罩咧，佢隻色咧依然會喺你個嘴上面嘅。咁第一個妝容嘅分享咧就完成啦。咁因為咧剪接時間嘅所限啦，咁我就分咗去做兩條片嘅。咁想睇埋第二條片嘅朋友咧，記得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啦。好，今日条片咧就差唔多啦。如果你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记得俾个 like 我啦 ，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，subscribe 埋我嘅 channel， 开埋个铃铃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。